有人开的啊。谁开的？小鸡看虫虫。小鸡看虫虫直接打了、啊。小鸡看虫虫直接冲了。你可以进去火斗吗？哎、欸、啦，你在给我材料，我在帮困呆炸黄手套。黄手套？黄手套？黄手套是标金牌。我要白彩，智商白彩，人口白彩啊，就是那个什么虫的冰冻狩猎的狩猎的采集冰冻虫壳啦，被小红说是废物就是。对啊，他不收就是啊，那我收，我不是收，你是要贡献给会长，那是正品。哦、oh, so.。还有换线失败的，八十一小，我问你太好笑了。嗨。你在干嘛？我死了。好，我逮到就好了。我支援你。红要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被连打哎、欸。刚开始，你在哪里？怎么会被连打？我在那个。你是智障吗？你在准备出来了，你在先杀的。啊！等一下，我死在这边。那、欸、你赶快出来啊！打我！刚打而已，刚他们刚摸而已，我还没打。我要死了，因为我出现的点真的不是很好。啊！我不能。啊！快快快快死了！快快快快快！不是，我还没有听到他讲什么，快点！啊？因为他们都在超时了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那你在提醒了吗？不记得吗？对。你不想往死不回？麻烦。他不能按右键吗？他小废物。可以的呐。在你旁边。我看到了，我可以加你为二十二级。打点到，被打之后没关系啊。来了，来了，四二三九，加一下小兵。好，不行满的了。打的啦。打十分，然后再打十分。快快快快快！我帮你看封魔，封魔妈鸡蛋清零，孤寂之身 ，ES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封魔听不到，好结束。封魔四二二二二二二。我知道，打不到。哎、欸，我这样从文斗出来，我不算打到那个打死那一只网。你要再进去，你要在那个区域才算。好麻烦，就是你要就在同一个线，